开了，来来来，我们可以进这边了。哇，底下有一只恐龙。哎，这恐龙你能跳上来吗？你能跳上来吗？你跳不上来呀、啊。嗯、啊。哦。哦哟，这边有怪物表妹。哎，这恐龙也上来了。表哥，谁说他上不来的？哎，我的连兽打他，我的连兽。哎，他别追我呀，追表哥呀。啊，我把恐龙引到这个上面来，对，引到这上面来，用尖刺刺他。哎，我要死了！哇，别追我呀！表哥就剩小怪了，快打小怪，拿出我的尚方宝剑。嗯？哎，表妹，我的连兽去哪里了？哇！我的连兽死了，我的连兽宝宝呢？表哥的小狼狗好像也被咬死了。哎，我的两只宠物都没了，我的天哪！表哥，你都不保护他们？你以为你这只宝宝能活多久吗？你干嘛呀？你个坏人！大家都没有宝宝了。好，我们下期视频继续。